中午加倍417一位。哇，居然还有帝王蟹，200一斤的九节虾啊，鲜活的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芊芊啊。福州一直有两家海鲜自助啊，一直在较量啊。今天我们去另外一家，400多一位啊，咱们去看看都有些什么菜品。走，到了啊，就他家，我们一起看看都有些什么菜品。的海鲜区哦，这个是河蚌、兰花蟹、大海参、明虾、九节虾、螺刺虾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吃吧。姐妹们，我们先简简单单拿了一点啊。哇，看一下这佛跳墙，我跟你说，一看这汤哈，就知道它是自己熬的。一般预制的佛跳墙，它的汤会比较就是粘稠的那种。第一口你们先来啊。哇，这鲍鱼个头老大了，这个看一下这鲍鱼个头有多大。嗯，哇，他自己熬的佛跳墙和那种预制佛跳墙完全是两个概念，真的。自己熬的佛跳墙里面的料是真的很满满的。嗯，好了，铁板鹅肝啊，一定要吃现煎出来的，真的，现煎出来的口感贼棒。这一口你们先来。嗯，我这鹅肝真香，他给家配的是那种苹果面，现煎出来的鹅肝就是香啊。嗯，好吃，铁板煎的大虾哦。嗯，好香，哇，太香了。嗯，好吃，再来两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哎呀，是饿了是吧？哎，呀，看一下这三文鱼啊，我前面两片穿的是鱼腩部位，就这小秘制蘸料一蘸，你们就说诱人吧。嗯，我三文鱼的鱼腩部位，这个油脂感是真的很丰富。哇，好吃！哇。嗯，我太香了。这是牡丹虾，老公剥虾。好，剥虾。我老公给我剥好了啊，牡丹虾。呀呀，先别说别的，这剥的都是很精致的，真的。看一下这肉质，哇呀。今天的牡丹虾比昨天的好吃，真的。更新鲜一点。对。哇，太香了！他们家芝士焗的乌龙是不限量的啊！哇，看一下这，哎呀，第一口你们先来啊！哇，它里面有黄哎，哎呀，嗯，你掉了口水。嗯，这乌龙可以，肯定好哈，很好吃哈，肉质也很紧啊！你就说这肉质呗，我看看一会儿还得拿这个。哇，好吃好吃啊，这乌龙。这菠萝肉汁是真的可以，还得搞点啊，搞点。哇，嗯，好吃。哎呀，哇，好香！哎呀，这一坨，哇塞，哇塞！姐妹们看这一坨，嗯。老公，你吃这个。哇，放心，我吃这个。这个尖尖是最难吃的，吃起来像海绵一样。
找老公就得找这样的，你知道吧？我老公就是你爱吃的你先吃，不爱吃的你都给我。哇，香哎！还要吃这个，它这个芝士调的也刚刚好哈，老公。好吃。嗯。今天200一斤的九节虾啊，鲜活的啊！今天我跟你说捞它。虾锅，我老公给我把虾剥好了，哇，看一下这虾肉，我就吃这么一小把，剩下的都是我老公的，我要吃那个那啥，菠萝。哎呦喂！把你们当家人了哈！小龙哥，看小龙哥。嗯，来吧。哇，这九节虾的肉质好嫩呀，好热。嗯，嗯，我要吃拿菠萝。你们看看我刚才过去看到了什么？帝王蟹，这里居然有帝王蟹！哇、哦，看一下。哇，这一口你们先来。我来一包一包。老公说帝王蟹也可以。帝王蟹也可以啊。菠萝跟帝王蟹都可以。嗯。中午加倍417一位。哇，居然还有帝王蟹。嗯。可以，好吃。嗯，哇。这肉质，看吗？一下就能下来，看到了吗？好吃，咱们再去拿啊！来，老婆又给你弄了两只。嗯，我最喜欢吃的尾巴哎。尾巴。我最喜欢吃波龙的尾巴，我老公永远都是把最好的给我。你们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仔吧，应该叫。子。对。也叫高。对，姐妹们，你看这个肉质哈，它的肉质我跟你说，只要是一把能剥出来的肉质都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它一般松散的肉质就都不行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看一下它，你看一下他家的这个波龙肉质，哇，哟。好吃，我爱吃。好紧吃，还吃不吃？吃。我继续拿去。嗯，我老公又去给我排过来的菠萝哦。哇，满满两大盘啊！我比较喜欢吃尾巴哈，那我就把钳子放一盘，尾巴放一盘，尾巴给我的，钳子给我老公的啊。来吧。放好了，给老公。没办法，你知道吧？疼爱这两个字，我跟你说哈，明白就行，懂吗？懂的就行。懂的就懂啊。对，懂的哪个懂？我捞，继续捞了啊！哎，就这，捞它。我刚才去擦波龙的时候，有一个阿姨说：“哎呦，厉害哦！”然后那个做波龙的说：“你能吃了吗？”我说：“能，这都不算啥。”好吃。我看这肉质有多弹，哎呦！真弹，好吃。哇，看这菠萝，嗯，嗯，姐妹肉肉完了啊，好吃。我们最后再吃点小水果啊，姐妹们，咱们说一下哈。总体来说，我个人感觉啊，海天盛宴比我昨天吃那家强。但是食材各方面我全部给你们拍了，然后那你们感觉哪一家比较好吃啊？你们打在底下，评论在底下啊。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